接着为您报道一则震惊全省的人伦悲剧。好古老的电视啊！台北市大同区有一名男子疑似在父亲吵架之后刺杀父亲。当远警赶往现场时，会不会有点大声啊？父亲几乎没有生命迹象，送往三军总医院治疗当中。而根据警方透露，凶嫌在拘捕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喃喃自语，疑似有精神上的疾病。这应该是另外60年代、70年代的那种电视机吧？父亲身上多处的刺伤以及割伤，研判的过程当中，年轻的小伙子们肢体冲突，不要怀疑，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电视。啊，我敢说，你们当时连那个录影带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嘞，好像有点大声哎。哦，还是用滑鼠玩啊。哦，好酷啊！他的声音居然是用这个以前电视机的那个格子哎，哇塞，这么的 fashion 啊，是不是这样讲？我们继续带您关心。好，没关系，我们玩下就知道了。深入报道，王姓凶嫌原先家境不错，父亲为了栽培他，从小就送往私立的幼儿园就读。会不会太小声？但是根据B卷太小声，跟我讲一下。王姓凶嫌自幼儿园时期就有严重的过动倾向，过动儿，秩序欺负同学，甚至在幼儿园的午休时间就试图翻墙逃学，霸凌。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偏向霸凌向吧。哇。哇，这是一个郁闷的天气，湿黏的汗水紧贴着不透气的制服，让你无法入眠。你摸了摸口袋中的纸，想起了这是今天早上妈妈给你的纸条。你心想，反正是睡不好，看看妈妈写了什么。为什么写纸条给小孩子啊？啊，一张干净的日记纸，上面用秀丽的字迹写着。这是念玉名还是念古名？应该是玉吧，对不对？玉名在幼稚园要乖哦，妈妈暂时不回家了，你会乖乖等我吧。记得这几天帮妈妈留报纸，你知道妈妈最喜欢看报纸，回来一定跟你一起看，呵呵。好，然后呢？为什么妈妈这几天都不回家？欢迎来到酸亚哥哥的实况台啊！今天我们要来讲古咯，各位小朋友准备好了吗？我做错了什么吗？这小孩看起来这一脸水小样哎，好吧，还蛮憨呆的，跟我小时候好像哦。强强，你知道为什么吗？强强是谁？为什么他都长一样，只是换个造型而已啊？换个造型而已啊？啊，你说什么？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妈妈好几天都不回家吗？我妈妈有说是因为你爸爸都只跟老师玩，不跟妈妈玩，跟老师有奸情，跟老头有奸情。我昨天有看到你爸爸在外面跟老师玩抱抱，哇，感觉得出来，情杀啊！因为我看到有人这边剧透了，他说妈妈自杀了，好，剧透实在太屌了，剧透棒。全家火葬场，我要去找我爸爸，去吧去吧，还记得那些秘密通道吗？秘密通道什么？强强，拜拜拜拜，我可以动了吧？换装好专业，你赢了。哎呀，过不去，大家都没有睡到自己的位置上，好，你就拉走他们就好了，笨蛋。强强，你好厉害哦，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为什么感觉我玩这个有点智商会降低的感觉啊？不是智商降低，心智年龄会降低的感觉啊！强强，你好厉害哦！你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拉拉看，好，可以开始动了。吼吼吼！可以一起滑鼠嘛？也可以用滑鼠拉，也可以用键盘玩了、啊。现在目前就只能移动，然后不能打开道具栏之类的、啊。这个应该是往这边拉吧，是不是？哦，好，可以，行。我可以把他们都不会怎样啊、哦。推不过去，好，算了。超级解谜，哎、欸、呦，要死哎、欸！点一下钥匙好了，
耶，获得了钥匙 ，Yeah boy。这是什么？你看见兔子、小狗、小猫如方阵一般站在讲台上，其中一只兔子被藤蔓紧紧缠住了。你不知道它为什么站在这里，但你似乎明白，只要它们胆敢稍微颤抖，天罚将会降临。感觉好像哦。一只兔子摇摇欲坠，在你还没意识到已经倒下了。啊，恰死之间，是念恰死吧？啊，咻的一声，被藤蔓打吗？藤鞭如迅雷一般的将这个粉红兔子鞭策了起来。哦，哦，感觉好像就是罚站了嘛，被老师打的那种感觉。干嘛的？先变掉了，一直讲，烦死了。呵，你试图移动它，但它不为所动，它肚子里面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洞。哎、欸，我现在没用全萤幕玩了、哦，直接把我画面切掉、欸。哎、欸，用钥匙孔试试看吧。好的，哇，直接把它丢掉这样子。煞是念煞是不是 ？OK， 哇，变老师了，哇，老师好恐怖哦，怎么回事？为什么门被打开了？玉明怎么不见了？这小孩怎么跟他爸爸一样调皮？看来今天他们父子俩我都要好好修理一番。所以这很明显的，他这个老师跟这个玉明的老爸有奸情啊。小孩是打屁股啊，爸爸我就不清楚了，不好说不好说。收录了报纸 1966， 这可以直接开吧？道具箱在哪里啊？按 Q， 哎，按 Q 直接离开游戏。西门大火，这是真实事件哦。我记得他好像这个有一些都是真实事件嘛，对不对？我们学长也是老头粉，真的假的？我学长有把所有这个游戏彩蛋都告诉我。OK 啊，如果有兴趣，我会再问你啦。我帮我先玩一遍再说。啊，这个窗户已经被卡死了，所以说我出不去。老头第一次玩这类型吗？也不算是第一次吧。以前 RPG 制作大师很多这种游戏啊，我都觉得不错啊。只是就是解谜居多嘛，啊、解谜就是靠头脑啊。仿佛停留在秋天的紫雕树，用来量身高的。都希望能快点长大。我觉得你还是不要长大好了，大人世界太恐怖了。在你眼前，彩虹般的门虚掩半开。站在门口，你口中感受到一股莫名的甜腻感，仿佛进去就会像粘在捕蝇子的苍蝇，再也挣脱不开来。好吧，我还真的进来了、欸。这个是彩虹班的人，城门关上了，又是那一座奇怪的雕像。这些小马真奇怪，那个是军人芭蕾舞者，那个是太空人，那个不是上月亮的叔叔吗？哪里？这里好多颜色啊、哦、！Great。欢迎来到米奇妙妙屋。为什么小马都有缺口？有吗？这些马有缺口吗？我只知道右上角那匹马倒在地上了。小马旁边有缺口，这个吗？马头不见踪影，看到一个便签，上面写着：“我不相信大人，他们都骗人。”哇，他们被小马啊，他们的贝贝和小马好搭。格子大小也刚好呢，我要把它推进去。我推。这个是要我？怎么可能推得进去啊？这个只能上下移动呢。哎、欸，看来好像可以，哎、欸，又不行的感觉。推进。哇！获得了菱形的积木。
为什么要推小孩子啊？为什么嘞？如果颜色对应错误，会不会就失效啦？我不会啊。看我手里拿着剑，他们在睡觉。这个样子。把这些小屁孩入土为安，该入土了，各位，这是你的坟墓，我的一小步。好，他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意思应该是说，这些小孩子的梦想啊，像是这个小孩子的梦想是，我刚没注意看他讲什么啊，骑士，你们看他有一把剑，所以说这个小孩刚刚他说我手里有一把剑。然后呢，这个呢，然后李小龙的梦想，这个是梦想要成为太空人。好，让我猜一下，这些大人们扼杀了他们的梦想，我都可以想到了，有没有？我们看这个斑马的梦想是什么？成为一匹马。果然真的是成为一匹马。好吧，成为一只斑马。哇，还好好，真好。哥哥爸爸真伟大，这个向往当个军人。是手里剑哦。装饰奇异的铜像缓缓向后移动，哎、欸、有六个孔哎、欸。哼，这是干嘛？甩骰子吗？原本铜像的位置出现了一块软垫，上面有六个圆形空格。你想起刚刚从每一匹马身上你都有拿到的一块软积木啊？原色圆的，圆的。哎、欸，那生小硬塞，这超充满小。这意思是说，这个的寓意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形状都是小孩子的梦想，然后这些梦想被这个圆圈给局限住了，强制成为这个样子。我这样说有没有对？就是说明了教育有问题，强迫填鸭式教育硬塞进去这样子，我的理解应该没有错吧？然后左上角那个圆圈就是很适合这个教育。但是其他五个不适合，然后硬要塞这样子，可怜的小孩子，深不见见底的这个楼梯口，或许这是通往另一个世界，说不定。下去啊！我们被强制教育了。其实我也是这样子哎、欸，我也是被强制教育成这个样子，成为我自己不想要成为的人。这里也乱七八糟的，一定是玉明干的好事，他爸爸也不好好管他，怎么到处都有破洞？这一次一定要跟园长好好的反应。这一次一定要跟园长好好的反应。好了，帮我配个音好了。啄木鸟般真的好奇怪，怎么一个大时钟要干嘛？前面的有树洞，里面好像有亮亮的东西。哎，不能拿哦！小孩子借用一下。我靠，睡得跟什么一样？哼，啄木鸟般的胖胖公子，特别大只。好，这把它弄出来啊！哇靠哇哇！被封的当然就是剧透嘛，还要在那边开另外账号讲低能儿吗？你到底懂不懂为什么你会被封掉啊？哎、欸，我在干嘛？哇，太神啦！哈哈哈！喂，一个崩掉了之后呢？啊，大屁孩的逆袭，太神了，太神了！干，我要重弄了，妈的，就是那个死屁孩，那边在那边剧透，公山小。也不想到自己有什么被 ban，
然后还说，因为我刚被编，所以我再讲一次，北七。水哦，有了，这样我们成功了，太棒了，这样应该就好了。然后我们可以拿里面的那个什么钥匙，是不是？在你手上是一只身形修长的啄木鸟哦，哇，它尖尖的鸟啄啊，十分坚硬。你把玩了一下，发现他的脚上系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想出去可以向我求助。”好啊，你能帮我吗？然后就开始哇哇叫。啄木鸟开始哇哇叫之后呢，飞向你眼前的黑板，在一阵刮啊噪音之后，黑板被他弄开了。哇，时间过好快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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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拉到体重机上面。文文怎么睡到磅秤上了？玉米，你在哪里？怎么会到办公室？好可怕！老师都会打屁股。有没有？你看这副脸，你们是不是就是那种剧透的人都长这样子啊？要趁老师还没看到的时候到另外一边的门。我是觉得剧情会就是一个是，怎么感觉 BGM 有点大声啊？我怎么觉得这个剧情好像小孩的眼里的世界跟大人的眼里世界不一样？我们刚把那个胖子推到中间，拿到那个啄木鸟的那个嘴巴之后，有没有？结果在现实世界居然是那个胖子在磅秤上面。所以说，这就是他调皮，然后老师找不到玉敏，这样子。好热哦，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是怎样啊？看什么看？我太冷包了，我太冷包起来不行。现在几点了？我都不知道站了多久，全身沾满蜘蛛网了。这个是在学校的那个老师办公室罚站的学生，是不是？他们办公室好屌啊，对吧？这谁啊？需要你的加持，明天统测顺利哦。OK 啊，祝你统测顺利。不知道那群小鬼有没有乖乖罚站？果然，哦，要被发现了。谁在那里？哦，呀，躲进来了。难道是大白天就遇到鬼吗？好可怕啊！白痴哦，好险！我们困在这里好多年了，拜托拯救我们！他们是谁啊？为什么被在这里困到很多年啊？难道这些是走廊的宿虫吗？走廊的宿虫被老师抓到会怎样啊？啊，我死定了！啊！抓到你了，王玉敏！啊！又被抓到啦！干！不管用啊！好，没事没事。畜生的声音，没事没事。哎、欸，那个鸡在叫什么啊？吵死人了，吓死人了、啊。躲猫猫，蹲蹲蹲，啊，死定啦！还有那个波纹啊，走一走又神奇宝贝啊，不错，有梗。皮卡丘就决定是你了，啊，太激动了！哇，找到野生的王玉敏，驯服驯服。这样也不行啊！哎，这边可不可以直接怒冲一波？不行，这里不能怒冲一波、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哇，这有点危险哦！
玩的动作一模一样哎、欸，好笑啊！我觉得那只鸡不要躲那里好，就好危险哦、喔。可是也不能不躲啊，上面有一根拿灯在那边照。哦，啪！我都已经走这么远了，我不想要重走啊，好累啊！裸体女哪里有裸体女？你看错了，她有穿衣服啊。不知道怎么过啊？这个男的大概一二三四五，大概五秒左右吧，会转向。不行不行，会被他的光给弄到。要死哦！还好还要从这边开始，那还可以接受。还好不是从头开始，不然就哭了。不行，这里不行，这里行不通，还有哪里行得通？我只能乖乖走这里了吗？看我只能乖乖走这里了，这有点难欸。欸，居然可以，好吧。总而言之，顺利的跳过来了。那鸡也太大只了吧？对啊。好像那个惨叫鸡哦，感觉很像惨叫鸡，有没有？哦，没事没事，别，慢慢来。啊干！老师忘记后面了。啊！该死的鸡！换路！哇，那边左右开弓，我哪受得了啊？刚才的右上角有路，真假的？过了，算了，不管了。反正我就只破一轮就好了。我就只破一轮。哦呦呀！哎哎哎哎，唔汤唔汤。哎呀！哦，有了，过了！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So easy！ 我要去找爸爸，拜托你救我们啦！都没有人理我们。他讲说没有人理我们，这些人是代表谁啊？没有时间啦，等我回家再说。骗子，骗子！哇，这么激动啊，这个。好，我们现在来到现实世界啦。你敲了敲消防栓的铁门，清脆的声音回荡整个走廊。安静了一会之后，你仿佛听到里面传来一声低声的警告：快逃！啊，逃什么？不少的绘本作业簿堆在这里。在书本跟书本之间，你看见了一个奇怪的正方形塑胶包装，大约两寸见方。是啥？上面的英文字你不太识字 ，DU。DU 是什么 ？DU， 好，走出外面，哇，老师，老师，老师好，你给我回来，老师很生气，不要，我要找爸爸，叫他不要跟老师玩，这样妈妈就不会哭了。谁告诉你的？快回来，老师生气了。哦，完了，奸情被小孩发现了，该是时候毁尸灭迹了。啊，杜蕾斯啊！
哦，我懂了，你们这样子讲我就懂了，杜蕾斯。哇，为什么我会不知道？我好清纯哦，原来老头这么的清纯，居然看不懂，聊天室都太邪恶了。啊，我要跑掉了，老妖怪。啊，这干嘛？哎呦干！哇，果然是老妖怪呢。别，我不好吃。好，接下来左右左右吗？哦，如果撞到是这样，就是被他吃掉了。我还可以免死啊、哦！被撸了一下，撸了第二下。难道是只有三条命这样子吗？啊哈哈哈！别吃我、哦！哇，全力加速了！噔噔噔噔！啊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哈哈哈哈！哦，我把它化掉了，再被拯救一次这样子吗？好吃，从后面看一定很爽，这看到屁股了是吧？哇，开加速，开加速了，开加速，开加速了！哎呀，太慢了，太慢了。啊！别，好，有闪过。我知道再一次我就去了，绝对不能再一次。我们要冷静沉着。好，很冷静，很冷静，可以，可以，可以。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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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老妖怪再见！哎，还没过，哇，这些都是被留校查看的学生，全部在那里。这是谁？爸爸，你来保护我的吧！太好了，大蜘蛛，这是他爸。我靠，被扒了！你怎么跑出来了？不乖的孩子，太调皮了，就被打。你怎么可以造成老师的困扰呢？我不是只有你们家孩子要带耶，亲爱的，对不起。晚上好好的，小孩在这，你胡说什么？本台继续为您追踪弑父案的系列报道。我们的记者采访到了王姓凶嫌当年的幼儿园导师，为您揭露王姓凶嫌不为人知的一面、哦。就是那个蜘蛛老师，就他。记得啊，当年他就是一个非常不受教的单亲小孩，常常我一转身，他就不在位置上了。还有一次，偷偷跑出去，把我们这些老师都吓死。好在有找回来。那时候，他爸爸还每天辛苦接送他上下学。我真的没有想过他长大居然会。其实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爸爸明明对他这么好。小孩子的心理跟大人的想法两边是不一样的。满城风雨，在一次学联会的选举当中，他甚至直接在政见发表会上殴打对手，试图阻止对方参选，藐视民主与法纪。藐视民主与法纪，我长大了、欸，